迷你世界吐槽大会，我大人，你想吐槽点啥？小点声。我今天要看看谁敢在评论区吐槽。我的霸道早已经饥渴难耐。兄弟们，我先来吐槽。官方大大，你累不累？你的刀先放一下，你太累了。我给你提点意见，以后皮肤别卖这么贵，买不起，便宜一点。你刀别拿这么高，别拿这么高。不信你问问，你问问小伙伴们，他们肯定也觉得贵，不是我的意见哈。你刀往旁边放一下，放一下，放一下，放一下。伙伴们，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对，点个赞，让官方大大看一下，是不是觉得迷你币很贵，对吧？还有一个意见，这个不算意见哈，你先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老官方，你一直在，官方大人，你一直在出女生皮肤，你看看，最新的两个是女生，朱竹清、宁荣荣还是女生，五个皮肤里面只有一个戴沐白是男的，你多少有点偏心了哈。我希望你尽量再给我们多出一点男生皮肤。如果你也觉得我说的对，伙伴们点个赞，让官方大大看一下，是不是男生皮肤太少了。对，那个伙伴们，你们有没有想对官方大大说的？你们想说啥说吧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真的没事儿。你敢不敢说？你敢不敢小点声说？最后一个老官方，你就是打我我都得说。伙伴们，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对，点扣个一，让官方大大看一下，别打我自己。这一次我发现出来很多定制装扮，竟然出现了很多种颜色。我勒个去，我们都是龙的传人，这咋给我们整了一个飞球？这一看就是非洲人吧。还有这个，这是啥人是这样的皮肤呀？还有这种，你确定这不是生病的颜色了吗？这几个颜色也太，这一看就是安凡达。我觉得这个真的太丑了。伙伴们，我没有意见了，你们还有啥意见？官方大大会听的。